继阿妈奎卡、新歌 Wife 和中国娃娃拜年歌神速配。人气女团 IDOL 将在29号带着正规二级土回归。昨晚释出先行曲 Wife， 颠覆以往霸气女王风，改走暗黑怪奇路线。团员在 MV 跟花生五胞胎搞怪表情加洗脑舞蹈，超吸睛。I cook cream soup, taste is Coca-Cola.歌词被批太煽情，有含性暗示，但上架短短一天就突破800多万，大战 YT 音乐排行榜第一。台湾成员舒华在 MV 开头不但表演空翻，更突破以往大手韩文 rap。而 IG 名义账号鳄鱼 Nick 发现 Wife 意外和中国娃娃的拜年歌曲很搭。许多网友看完 IDOL 新歌和本土歌曲，查出新火花，也歪楼留言：天哪、好搭！你们整天搞这些，这就是过新年的流量密码。IDOL G Queen 卡被冠上阿妈奎卡后，新歌 Wife 这次被套上拜年歌，你各位要小心舒华生气哟。来，继续打，打一个我检举一个。